哎，大家好！哎，我们宜兰的警察同仁们来跟他们加油打气。那上次其实我已经来好几次了，那署长也上次特别来啊颁发这个慰问奖金给他们，他们的茶会的绩效各方面都相当的好。那接下来就是选举已经进入最后的紧锣密鼓高峰期，所谓的高峰期就是说在全国我们以前整个的经验，各个县市的经验。 那这个高峰期最后这10天就是现金贿选最严重的，所以我们在这里要特别呼吁说啊，请要坚持台湾的自由民主，啊，一定要公平公开公正的选举，不要有贿选的行为。那到现在为止，我们贿选啊仍然强力在取缔，啊，所以我特别来这里帮我们的警察同仁加油。另外就是最后24投票日，啊，警察同仁非常的辛苦，所以我也特别再来啊感谢我们警察同仁的辛苦。 来感谢他们，为免他们，最主要是这样子。好，感谢大家哈。